来先告诫，西螺服务区吼，诶，大意咩讲？啊？树呢？树雷？树雷服务区吗？啊？喂，来先告诫，安尼西螺服务区吼，诶，大意咩讲？树螺啊？树呢？树雷啊？树雷？树雷服务区吗？啊，你好，啊你啊，安怎输啊？哦，啊你好，啊你我，你跟他说这个叫什么区？你是不是阿里阿爸？苏雷，苏雷，你听你欧白讲，那叫西雷啊，你苏雷，苏西雷，西雷，对，阿达达，给他欧贝欧贝给那，卡马哥，卡马哥对，嗯，左の方まっすぐ，すごい，安内瓦泽，这么20元，20元，80元，哈哈，啊，不错，大家都会成绿了，意大利，我被用台币配在，因为呢，我现在住在高雄，然后呢，我发现南部讲台语比较多，所以呢，如果讲台语的话，可以变成在地人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话，我要挑战台语，然后我觉得我有自信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台语跟丽媛是很像。我知道我的中文有口音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对我说我的台语比较好，所以呢，我一直都很期待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来到盐城区的道武台市长，所以呢，今天的计划就是用台语比赛做丽媛料理。Let's go！ 你好，我的爱在党，听不懂，再一次。日本人啊，我是日本人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我的爱在党，爱在党，我的自己。自己哦。自己 ，OK 吗？我的你好，好了，我的台语 OK 吗？台 OK 了。台 OK 了，安内话者。那么20元，20元，80元，哇，感谢，那个给，多谢多谢。你跟人家讲台语，结果人家跟你讲什么？他的日文比较好，怎么办？我知道我几个台语是，我可离婚了，安内牡丹，很标准啊。第二卷吗？还有呢，我要买三个，还有洋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的妹子。这两袋子，你好。好，感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安内罗姐，来，安内罗姐。嗯，有擦鼻屎吗？你被啥避暑机了呀？是啊，我赠送。哦，还送你葱呢。哇，多谢，拜拜。哇，我超喜欢来市长呢，因为市长的话可以感觉到人情味啊，还有很热闹的感觉。你好，我要买，我想做马铃薯炖肉，下面把咖啡。那我说说来，是要有点肥的。要不要皮？不要，那就三层肉把皮去掉就好。我的台语 OK 吗？我的台语也塞吗？我的台语塞会吗？我的台语塞会吗？还要再学？多谢，多谢。那然后还有鸡蛋跟鸡肉。你好，自己的贵，对对，爱我的大哥，大哥，大哥哦。哇，在里边很少看这样子的画面。外野台语会使吗？啊感谢，拜拜。哎，怎么办？但是没有找到鸡蛋呢，那问一下。鸡蛋为五百给呢？鸡蛋为？二
倒位有买鸡？伫倒位？伫倒有鸡有买鸡呐？伫倒有买有鸡有买鸡呐？你好，伫倒有买有买鸡呐？听得懂？这打熊市，熊市现在是放红灯。伫倒有买有买鸡呐？你是哪里？我是日本人。阿妈个，阿妈个对，哇，すごい。まっすぐ。哇。左の方。左の方まっすぐ。哇，左上很好呢。哇，感謝。哇，日本語まで。我大家都会讲日文了。我是日本人。好像连会讲日文的人比较多的感觉。哇，这里是鸡蛋店。你好，我要鸡蛋。东北菜，感谢，感谢，多谢。都买好了，大家觉得我的待遇 OK 吗？我跟你讲，有没有进步？那回家吧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